我觉得，真正的爱情最难的不是爱对方，而是把对方看得跟自己一样重要。蒋美月小姐最近看起来容光焕发的，是不是已经找到了？我还在等待我的真命天子出现。其实我保持漂亮的秘诀就是，每天保持愉快的心情。就是。早啊，谁呀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？是假的。 我马上过去。没有什么特别的保养身材，其实吃不胖对我来说是蛮大的困扰。啊，对不起，经过一下。欢迎光临。请问一下，贾志贵在哪里啊？哦，算了，我自己找。 你好，我要大冰点不加冰。那酱就是热的哦。嗯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自己弄。然后这个豆浆你帮我闻。好，哇，需要袋子吗？不用。我有卡。领发票？不用。Baby， 我跟你说，我的服装造型被刊在杂志内页了，我们一起庆祝好不好？要回我电话啊。Love一个空位能不能？只要是不无敌，多半就算站票也无妨。教堂钟声响起，但我的人生不想活在这里。还好三班给你的爱，神奇的魔力带来了惊奇，领略了世界，让我不禁想起。 原来人生如戏，从空裂隙的绽放，从头到脚都受伤。吃下最鲜艳的那朵花，当下我仿佛就在天堂。卸下面具，你就快点过来吧。 响起，但我的人生不想活在这里。还好三班给你的爱，神奇的魔力带来了惊奇，领略了世界，让我不禁想起，原来人生如戏。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你怎么开车的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我刚才差点撞到，哎，别笑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 你有小心一点嘛！好，哎，你等我一下哦。哎，这个送给你当做补偿。我不要这个哦。这个里面有我的服装设计，很厉害哦，拜拜。 哦。
你需要什么吗？ 哦，我要买礼物。 哈？ 礼物？ 要送你的吗？ 哦，我们这边有， 你朋友的size是？ 不是啊， 我要把自己当礼物。 你说你要把自己穿的礼物送出去？ 我们这边有， 这边， 跟你说这件， 穿过的都说好， 带福气， 而且包身子。 哎呦，我不用包身子啦。哎，我想要低调一点。低调一点的吗？那这边跟你说，这件性感内衣非常的适合你。看，不错哦。<音> 是表妹，只是表妹而已啊！哎哎哎！陈近南，这个烂鸡鸡，朝皇上有没有什么过人之处？我长得这么正。 我是瞎了吗？好讨厌我的天才！拜托，你大胸部而已，他高你一个头，哎！你不知道夜店界神射手科隆，身高不是问题，你们等着啊！嗨。 走了，哎，去哪儿？走了。帅哥，给我牛肉面。啊？我订到了。小姐，你喝醉了吧？一定拿牛肉面啊。少啰嗦。 出来！潇洒不？什么潇洒不？老娘正美嘞！来，你的牛肉面。吃面就跟人生一样 ，timing 很重要。当你觉得还有时间的时候。 其实最美好的那一刻已经消失了。我这个身体，那。 今天早上起来，这棉被整个粘在自己身上。<笑>人家停机两年，你又离他那么近，那当然就太敏感了。敏感体质。哦。啊！啊！走，sorry，吃饭去。啊！ 啊，sorry，吃饭。日本人最喜欢脱东西在身上哎。<笑>
赵盖运。我先去厕所补个妆，等一下回家让你更开心。嗯嗯，去。更漂亮，走，我去凯勋。嗯，王卢，你什么时候戴牙套？我是爱情。嗯，你是爱情。嗯。啊，真的有牙套哎！我最喜欢牙套了。重要机器要爆炸了啊！算了啦！我来拿我的东西。啊！你在干嘛？你干嘛？拜托啦，我不是变态啊！你刚刚用这只手尿尿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是用这只手。啊！气死了！哎，我不是变态啊！幸好我这辈子不用再遇到这个恶心鬼。算了，至少代表你不会缠着我。
哦，妈，赶快去投胎啊！对了，我赶快去投胎，怎么样？小杂毛，你说什么啊你？店最厉害的酒是哪一种？厉害？你要哪种厉害？是要抗忧郁的，还是庆祝狂欢的？不是，我要最烈的酒，就是那种会狂拉肚子、会晕倒、紧急送医的那种厉害的酒。你喝农药吧？你有吗？你说嘞？哦，随便呐，你随便给我一杯啊，会不省人事的酒就好了。你现在应该不能喝酒吧？我怎么知道？是不是我有散发一股妈妈的味道？啊！我不要！我还没有做好妈妈的心理准备。当员真倒霉，跟人家发生一夜情，男人可以拍拍屁股就闪人，我还要怀孕，还要决定要不要把这小孩生下来。你可以自己决定啊，留下来或拿掉只是一个选择题而已嘛。想要那么简单，一个生命还有我的未来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人生本来就很简单， To be or not to be， 是人类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。你们男人根本什么都不懂，你知不知道生一个小孩有多可怕，要冒多大的风险啊？我的未来我可能就完全改变了，而且我都还搞不清楚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要怎么当妈妈啊？哦，我讨厌这个世界，讨厌那些大人。说什么？长大了你就会懂了。哎，我都30岁了，还不够大啊？我根本都搞不清楚大人的世界是什么，怎么教小孩要勇敢？怎么跟他说这个世界多美好啊？这个世界美不美好，不是你说了算吧？你不喜欢这个世界，可是搞不好你的小孩喜欢啊。你或者，你可以甩这个骰子，去看看另外一个世界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美好，值得你把小孩生下来。我死了吗？这是人死之前看到的那道光吗？穿过这道光，我还能再见到钟爱情吗？
我没死。原来的家，钟爱晴，钟爱晴，爱晴，玫瑰花产季有受到了梅雨季的影响，所以延后呢，到了八月才盛开。当然了，公布8月29号，知名女星蒋美月，她拿着早餐来到片场的时候，车祸身亡。隔天了。据报道哦，昨天呢，她到片场的途中哦，遭到了车祸意外身亡了。而警方连夜调查之后，是发现这的确是蒋美月的个人疏失。在这个事发的现场，蒋美月许多粉丝是自发性的来献花悼念，而场面相当哀伤。情人节才刚过，不过我们也要照顾一下失恋的朋友。俗话说，失恋要吃香蕉皮，是真的吗？来看到，根据台湾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呢，他们证实了香蕉皮里面是含有到底在哪这种物质，而这种物质呢，可以帮助清。你生日快乐，还不快点用爱制服啊，闲晃什么，迟到。欢迎光临，你还好吗？我怎么了吗？你以为这世界有秘密吗？我们都知道啊。发生什么事？昨天从婚礼上逃走不是吗？昨天，所以我真的回到原来的人生了。我在这边上大夜班吧。对啊，不然。那你知道我跟谁结婚吗？豆在哪里？杨胖妹啊。真的，我回到原来的人生了。现在都非常流行传情活动，除了原本的巧克力跟花之外，很多地方都发展出不同的特色，包括是新竹是琉璃，而师大则是大家都知道的西瓜节。现在呢，仁爱大学则是推出我们的婚礼，不要死，来不及了，来得及。钟爱晴怎么会知道骰子的事情？难道我只是做了一场很长的梦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！啊！不要！我不要再穿越了！我要我本来的人生！穿越，许达彩，人在哪里啊？你白痴啊！爱情在医院，对，你赶快过来啦！钟爱情，钟爱情，你不能有事，一切都只是梦，只是梦。这么好哄，
不把我